杨丞琳 Q 不出来，回不去感性派。我就这样好不好？记住你真的奇妙。杨丞琳今天举办新歌媒体试听会，跨到为她写歌的徐佳莹前来站台。真的有那样子的一个人出现，要好好的陪她跟保护她。我还是想要对你好，想直接相信此刻心痛是意外。在徐佳莹的眼里，30岁的杨丞琳是感情智多星，反而是他会给我一些，因为他真的比较理性。那过了30岁之后，没有想要勇敢爱吗？就是不要那么理性吗？可是我觉得感性感觉是年轻人的权利耶，就不是说年轻人，我们也还是年轻人，可能25岁以前啊，真的你可以很勇敢去挥洒。然后甚至去挥霍你的时间。苹果让赖，意思是姐越来越难追的了，不倒。